下车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新年快乐啊，新年快乐，抱歉抱歉，上咱家，上咱家，一会儿你道个歉，歉都歉，也都留着孩子。人家是人家那个我找那车，人家有事走了。啊，这当那些给人家别人家待了，你这不搁外头也冷，人也冷，都是。没事是吧？行，你拿我手机行。干啥？拿我手机，拿手机。我说你拿我手机。走哪去了？啊？走马窑去了。你们到哪儿了？到了，这顾家直接到那。你们给顾家的出来，直接到上海，上海到路这边正好到地上，一点都不好玩。啊？认不认识啊？啊？认识。来。啊，认识啊。啊，认识啊！哎呀你，这啥？来，行行，你拿手机。那个，叔昨天没事，别过这事不用说，啊，啥不用说，但叔嘱咐你一句话啊，以后你不管遇见什么事儿，别冲动，行，哎，就行，别冲动，在这里祝你新年快乐，我那个谢谢，没事，咱爷俩没事，你毕竟是个孩子，我家也有比你大点的孩子啊，你这我得咋说，我在大人给你道歉，没事，就别生气，不生气，新年快乐，不生气，都赶上一时，赶紧话都冲动，别冲动啊。新年快乐！你看，谢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还认识伙伴啊？来，玩啥？还知道硬的，这玩意儿最尖。买走出门就你就逛，哎呀，给那手，给他那蹄子，我这蹄子就弄到我手上啊。站着，这认识吧？也认识是吧？哎呀，这些日子他腿疼，二宝多漂亮，有点没胃上，有点瘦了。感谢大叔，真是好人。硬的，肯定是硬的。这玩意儿鬼呀！对，成天的。来吧，咱走了啊！啊。这鬼呗。小媳妇儿，你那啥，给装去。他要是做人了吧，我要拿个啥玩意吓唬他，基本上就趴跟前了，能逗了这玩意儿。嗯。来，姓啥？你就这那啥吧，咱俩不有微信吗？你直接搁微信转。对，你证明了。那啥得添那啥姓啥？嗯。你直接转微信转过来吗？转过来。对，你好，你咱俩扫一下码呢？我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转一下，试一下，应该好像是。哎，这叫啥名字？你给那啥？你扫我的码也行，你扫一下这码。这个好像收的，嗯呐，你瞅那又算大点去了。微信收款2000元，2000元。嗯。二，那，二啊，咋的？这是跟我熟。嗯。那大狗领来了吗？大狗没有，啊、大狗皮，大狗。啊。啊。大狗，你坐下得了。咋的？你们这时间太长了。嗯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家养，别人家整的早都卖了。闹啊！那还有不看？你放的？放。放去了。放了。你不放他放啥？放啥？这进去能关上，那该往还掉了。站啥？哎呀妈，拉二，舍不得。他过来有啥事打电话啊？行，新年快乐，老师，没事。好，新年快乐。哎，慢点，好，慢点走啊。对不起，没事，孩子，你不用干，没事啊。再见啊。你搁这嘎简直往西走，奔上台走。嗯。啊。这老二，对，我知道。这老二只好感恩呢，老二。可厉害。嗯，这老二。
行啊，你长得大啊，是老二，是吧？是老二，一看看出来去，哪都小啊，老二，老二哪都小啊。老二，老二，你看，来，老二，老二啊，媳妇儿，你看我爸爸给你截个图，媳妇儿。坐下怎么样？坐下吧。哎呀，又没人来了啊！进来，回家能看着妈妈了啊！老二还回头瞅呢。老二知道感恩，老二。嗯。老二啊。我再接一个。啊，你抱他。老二，站着，以后发个段子，感谢大叔，感谢好心人。老二鼻子真的掉漆了。嗯。没录，没录，就直播回放，没事。嗯。来。那这么懂事呢？好心疼二吧。我给你录屏了。这个腿啊，小时候虎爸喂的宝宝们都是呼呼的，太感动了。看看二宝是公母，别整错了，是公的。老二啊？是老二。记不记得老爷了？他腿咋的了？腿缺钙啊。嗯。咱人家没虐的二宝，放心吧。对。你老给人做。啊，下车啊！看看啊，老虎，看看啊，来，老二啊，到家了啊！老虎，快来，快跑，快跑！看谁回来？哎呀，认不认这孩儿？这孩儿认不认啊？哎，这孩儿啊，拿手机啊，赶紧录吧啊！老二进过来了，哎，你招他，你抱他，抱他，抱他，不行，快点！哎，你娃娃了，也是太瘦，这么瘦，哎呀妈，哎，来来来，来来，哎，这边娃娃，现在小老二了，还有，快来来，飞飞飞。老二给这儿，哎呀妈！你快，不行了，我都录不了了，不录了，啥玩意儿？录啥也不是，录啥也不是啊，录啥不是，到时候再录也行。哎呀妈，录啥也不是。一个跟傻逼似的。一个跟傻逼，哎呀妈，这家伙，这老二相比较是小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看你家这啊，你也分不清了，怎么有这么多狗啊？那这，这个。现在是老四、老五、老虎、果汁儿、巧克力，这不是专业拉巴多，这不是？没有出现不当言行啊！哎，赶紧说话，你说话，你骂人了，什么？骂人，直播关了，骂人封号了，不知道哪个是老二的，老二这儿呢，一瘸一拐的老二，谁呀？过呢。喝点水，给老二。咱这老虎来了啊、哦！飞飞飞飞，正能量，正能量，飞飞，大胖子。啊！我进屋他不得。那老二，我看老二呢，这家伙飞飞飞，哎呀妈，去！这老二，哪老二？正能量，那正能量啊、哦！我看哪这老二啊、哦，这是老二。欺负人家啊！你这咋欺负你干啥呀？你别欺负，别欺负，欺负老二，这家大胖子欺负老二，不行就去，不行欺负老二，这家这欺负你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别咬老二，去，不行啊，给整拉尿了，给整的。让大胖子给欺负，大胖子咬他呀，大胖子咬他，大胖子家这踢的不知道疼，咬他呀，大胖子，你这小老二欺负的，这就真胖，
不行，先放笼子，给老二先喂喂吧。你瞅给老二欺负，说说，你瞅给老二欺负的，你大胖子，你去去去去，听话听话，别提，不是，他都，你给二宝吓坏了吗？先关他。我媳妇干啥去了？不行，欺负你啊！这家伙大胖子，这家伙欺负你，大胖子呀，可下来一个你能欺负的了，你瞅给老二欺负的。卡特乔利呢？嗯，卡特乔利一下啊，大胖子啊，八九十斤的大胖子，把大胖子刚走，胖，你丈母娘说话了，嗯，搁哪儿啊？在你三老家啊，妈说在三老家呢。哎，你看，去去去，大胖不欺负大胖，咬人家呢，走走走走，走不行，咬人家啊，走走走，好，进屋去去，这不行，这咬人呢。咬人呢，把烫大胖先关笼，给那老干啥去了？我媳妇儿啊，我那手机，我把手机我给他抱了，我得把这个老四先放笼里，给老四先喂喂，我都看不到了，给老四先放笼里。哎，小老四家伙，小老四先上笼里去去，小老四一会儿先吃点饭，去去去，大胖子，大胖子去。老四来，老四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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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四先上楼里，关胖子吧，关胖子先，你看那关胖子，胖子自个儿先进去了。老四先进，老四不是老二，这是老四，整错了。媳妇儿干啥去了？媳妇儿啊，啊？我先那啥，把那谁老四先放笼里，这家伙大乔丽欺负的呀。我先那啥，把那谁老四先放笼里，这家伙大乔丽欺负的呀。大乔丽，给老二先关笼子里。老二关笼，让我媳妇这样放。关胖子不行，人家要喂老二吃点饭，你要把胖子这就行了，把胖子关里的那个老二吃饭，他们该抢了，给老二吃点饭再出来。给老二吃点饭，那关里的那个老二吃饭，他们该抢了。给老二吃点饭再出来。给老二吃点饭，喝点水。啊！啊！先关老二，关老二关一会啊。乔丽，先把手机放下，那啥，现在妥了，完事儿。收到，乔丽，你把乔丽整走。乔丽，来来来，乔丽，这家伙。卡呀，现在卡吗？卡，这家没吃过狗粮啊，这是。妈，一口卡没了。没了。我操，这是没吃过吗？还给一个罐头呢。哎呦我操，没吃饱，肚子都没起来。我让他可劲吃。哎呦，那肚子那没有肚子，这瘪成啥样了？啊？那我再整点啊。整点，那肚子都没有肚子。来吧，两口没了。二十多人等你俩吃饭呢。200多人，三百人，叫老二和妈在一起。进去再整点吧，再整点，放点水吃，媳妇儿，再吃点吧。啊？不用。放点水，放点水，放点水吧，这让人肠胃接受不了，人吃饭吃快都不行。放点水啊。这家这家瘦，这家。能把这几个放在大笼子里边吗？那几个放大笼子里啊。别一次给那么多，好的吗？好的吗？好的好的，多餐少食，你别整太多，整点水就行，媳妇儿。行，一会儿一会儿吃完的，吃完的，一会儿一会儿的。哎，好了啊。哎，你给整饭去了。不过我。媳妇儿别喂太多，喂差不多点行，别喂太多了，喂差不多就行，媳妇儿，多餐少食，我感觉喂太多他接不了。啊，一会儿一会儿的，吃完的。哎呀，行，一会儿吃完放着，吃完玩。这你他大胖子。喝点水，喝点水，让媳妇整点水去。我媳妇整啥呀？得整点钙片啥的。大胖呀、啊，
大胖招你了，快大胖。把别的狗关上，留着老虎。我都说了，都关。我关不上，它不进笼子。行，往里推着呗。啊，不推也没事。行，这些就够了。这个够了，过来来，给他你喂不喂呀？等会儿我走了。他几个不用喂啊？过来来，能打疼，能给你。你他都把你手都给打疼了，你看，他就说你再给我隔一隔去，再挠挠。这家乔丽说：“哎呀，这家真得劲儿，太解刺挠了。”这是几年没吃上饭呢？不知道。这肚子，哎呀，那啥，见你饿坏了，饿坏了。去，大胖子，大胖上边玩去。我把这吉尔叔也挂上，你们需要吉尔叔？哎，吉尔叔先不用挂了，就棉手套，大家能拍棉手套，你们拍棉手套吧，棉手套挂上啊。棉手套你们需要自个拍点。这多久没吃过？哎呀，大胖子，你快躲了吧，大胖子。二宝饿坏了，二宝饿坏了，这回行，这吃圆着点，行了。盘啊，这家伙，就你们几个都躲到了，不用，你吃饭去吧，等吃完饭回来喂他。哎，我不吃，我不去，你去，你喂一个老弟。你他不去，你也去个去吧。找我观摩，那你搁家直播吧。不让他一次吃太多了，别吃太多，不得吃太多了。来，出来，都出来，来，洗碗，小老二呢？这小老二，这家伙，这老二，哎，干啥呢？这家伙一看一比这老虎是胖，这家伙，这像个小柴狗一样，出去拉去吧，老二，喂。老谁拉了？老二。可以。老二拉的，饿了多少年了？还行，拉的不是稀的。啊？还行，拉没有拉稀。哪是老二啊？那是分不清了呢，咋？可以去。一天喂三顿呢？啊、哦。要不我先。巧丽，来，这咱这狗都胖啥样了？那喂三顿？咋地胖啊？那这挑，吃点就多吃点呗，咋差这点狗粮啊？挑瘦的喂呗。那挑瘦的那几个不饿呀？来，巧丽，再研究一丁点儿，便便质量还可以，嗯。咱来，上二。这啊，哎呦我的妈，这狗又拉吧，这家伙，哎呀，这没少拉的也，这吃完就拉，哎呀妈呀，这还不少拉呢，这还不少拉。不少拉呀，朋友们啊！我看这看不着人了呢，手机占亏了咋的？看这二这家粘人，哎呀，行，别扑了啊！啊行，哎呀行，别扑了啊！这哎呀，好，拉了不少，这家行啊，吃一段时间吃过了，我看跑两步，我看看来，没事儿，其实腿脚挺好。挺不错啊，领丁吃点好的，肚子装不了，那得对劲儿。吃的啥呀？多拉的都吃都是粗粮，嗯呐，粗粮。走，吃饭去啊！吃饭去。
吃饭去，我去吃饭去了，朋友们啊、哦，我去吃饭，我下播了，行不行？下播回来拍，回来到时候再播吧。回来到时候再播吧。我问我媳妇吃不吃饭？我问她吃不吃饭呢？她去不去啊？她不去啊。媳妇你去不去啊？啊？你不去，你不去，我其实也不想去。吃方便面本来就拉多，是这么回事吗？赶紧下播吧，我下播了。但老四挺粘人的，这腿脚这玩意儿，那么多人等你们呢。去吧，照顾老虎二宝，老虎这儿呢，老虎这大胖子，这老二搁这儿呢。哎呦，这老二跟老虎一样喜欢扑啊。哎呀，好了好，不行扑了啊、哦，老二在这儿呢，老二，这个老虎在这儿呢，老虎呢，老虎在这儿呢，大胖子是老虎，这老虎在这儿呢。行了，别不用送我了。接过来就行了，行，到晚上再看他们吧。晚上看，我下播了，兄弟们，去，回来，去。这谁？喂，老二，啥老二？老虎，接。行了，朋友们啊，这老二在这儿呢。行了，我下播了，到晚上播啊，看住了，不然放咬二宝了。嗯呐。下播了，啊，开车去啊！等你了，媳妇儿。几点播？晚上五点吧。行，一会儿回来啊，老虎。一会儿回来啊，这老虎这样。我关播了，需要啥你们自个拍吧。老虎这样着急，关播了。咋你出去、啊？你就直接出去行。起来！来，直接出来，快起来！来，这老四也叫，把老二单独放。老虎进，你拿手机进，老虎进，老虎进。进去了，子，这，快来，这你站着，干嘛不关大胖子？关大胖子，巧克力关起来，二单独关笼子，把谁呀？谁？老二脚碍眼。啊！刚在一起别吵，老二看就行。把谁呀？谁？老二脚碍眼。啊！刚在一起别吵，老二看就。